是我们这次要做卤肉豆腐给小朋友吃的材料，有牛肉、牛角肉，然后有豆芽菜，然后豆腐、味淋、酱油、烧肉酱，然后一个什锦的蔬菜。因为我今天只想做一人份的给小朋友吃而已，所以卤肉就是牛肉角肉，我们之前已经先分好了。看一下这个油重，把它倒出来。这个要怎么用？那你应该要自拍啊，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，对不对？把这个放进来，然后呢，可以先淋一点淋一匙烧肉酱，淋一匙的烧肉酱腌一下，好。我们趁它在一匙烧肉酱，然后一匙酱油，然后一匙味淋，然后糖一匙，糖先随便抓一下，好，我们来搅一搅。好，这样抓过多久？我们是懒人料理，我们还要用我们的微波聚合来做，我帮大家捏一下，就是把我们的豆芽菜。就洗一把就好了，一小把。差不多浸煮一小把就好了。这样应该就够了，请看，这么少，这么少哎、欸，配这边的应该差不多了。对啊，差不多。然后我还想要放一点点其他的颜色。蔬菜来配色一下，也是一小撮，一小撮那就够了。今天是冷冻。好，蔬菜的部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就是这样。叮叮，这是肉，这是蔬菜，接下来是豆腐。我想要让它底下是铺豆腐，然后上面是肉这样子的感觉。所以我们来拿麻菜刀切一小块豆腐，看它吃的量，不要切太多好了，对，应该这样差不多，大块一点可能比较看得到，一个人吃这样应该就很多了吧，你看这样算很多吗？还是再小条会比较漂亮吗？好，再来就是放菜菜。康老师小火车，我没有用康老师小火车上面一些纹的和豆豆虾，我看到康老师小火车。变成这样子，豆腐跟菜菜，然后说一样，再淋一匙。妈咪，你叫你叫妈咪。我现在在录影哦，我在做菜。妈咪，怎么了？你救一下康老师小火车。我女儿要我救一下康老师小火车，等一下哈。不行了。他们是小火车，他被小文丢弃，他上次应该小文把康马斯小火车丢到那个门的缝隙里了。哦，是哦，所以他找不到是不是？对。好，然后再加把我们刚刚那个腌的肉一球，铺在上面，我好想。我想拍一下，在上面，好 ，OK， 好，这样子，好，好了，再加上二分之一杯的水，然后再要用那个开饮机的水二分之一加进去，我们就可以去微波咯，噔噔，微波3分钟，完工。那我把它加了二分之一杯的水，然后再撒一点点盐在上面。好，你看哦，在微波盒把它盖起来，记得这个孔要对这个孔，盖起来，好，进微波。
三分钟。OK， 完成，我们来看成果吧。我们要把今天的，我也想要加，我要加。等一下，我拿，这烫烫妈妈拿，烫烫烫烫，看看今天的完不完美是吗？你刚刚是这样讲的吗？放在这里。三分钟，这里放这里放。三分钟。完工。完工。好，这个打开来，这个盒子打开来会有点烫哦，所以你要小心，这边会有气，所以这样子这样子啊。哇、哦，你看。超烫的，哇！要吃？对呀、啊，寿喜，这有点像寿喜烧的那个卤肉豆腐，然后中间还有夹蔬菜，像汉堡哎、欸。对呀、啊，是不是很好吃？想吃汉堡，来这样子配饭是不是就很棒呢？三分钟，再让我切掉备料，大概三分钟、六分钟完成吧。耶！阿姨，好了吗？来发一块，你看打开里面，蔬菜跟豆腐。来，吃一下。我要吃。好吃吗？蛮不好吃的嘛。蛮好吃的嘛。你刚刚说开玩笑吗？好吃吗？蛮不好吃的嘛。豆腐来。豆腐啊，豆腐来。豆腐。五分钟料理吗？三分钟料理。豆腐这里可以顶饭。好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好吃的嘛。然后这个汤汁可以淋饭，这样子一个人的一道菜就晚上就完成了。嗯，任何的对，好吃。你应该会点这个肉汁，好，成功。